成山市集，这里沿路上都有卖一些农产品。成山步道体育，体育做事要量力而为。边爬山边走步道边买东西的概念。我早餐还没吃哎，超香的，煎的很恰。欢迎来成山，乐色带下山，有景吗？有你。台语三叠字，这个是起的发音，越嚼越好吃。这爬个山其实还蛮小数的，吃真的好吃。这里山上有很多 KTV， 是龙戏吗？我觉得春联贴起来很有感觉。这个是什么？是那个闻起来有百香果的味道，不出来。这是蛮好喝的。OK， 我下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回去园林藤山步道一日游。顺便看一下假日的藤山市集有什么好吃的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各位，我到了藤山市集，开到这里呢，里面就有一个停车场。很热的天，今天天气超好的。走进来就可以看到左手边有厕所，然后哇，藤山市集是六日才有。我想说今天是清明连假，说哇都没开，可惜了。哇哇！但是每周六日，可是他说寒假日哎。这里沿路上都有卖一些农产品。藤山步道，俚语，一时想袂到。终身不到老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这里有一个，无迄种卡称，卖汤甲迄种泻药，比喻做事要量力而为。为什么今天还没看到那个爱玉店？我在 Google 评论上面看，很多人推爱玉店，可是我也没看到。想说等一下吃一碗。这里有客家麻薯哎，等下来吃看看。哇，上来又有，上面感觉很嗨哎，在唱歌哎。来，我给你一包。木鳖果汁是什么东西啊？摊商很多哎，从山下到半山腰都一直有摊商。就是有点边爬山边走步道边买东西的概念。这是咖啡店吗？烘豆坊。风来了，我
早餐还没吃哎、欸，看到个蛋饼。你好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目前走到原石町这里。其实我不知道它步道是怎么走的。欢迎来藤山，垃圾带下山。原石町。上去看看，有景吗？哎呦喂！藤山步道属于八卦山脉西芦产业道路，步道两旁绿树环绕，昆虫、鸟类等生态丰富。Hello， 帮你先坐，等一下哦。好。我们听大家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后面有可以稍坐一下。超香的，哇，煎得很恰耶，好吃哦，30块。唱歌的声音真的是有点大声，好吃，煎得很恰，脆脆的，对，脆脆的，这个我喜欢，谢谢，好吃，嗯，刚才那个蛋饼真的是很好吃，我喜欢它外表煎得脆脆的这样，然后里面就是嫩嫩的，因为有蛋，然后一些酱料，还有葱，整体还不错，好吃。来看看这个字，三个车，所以它是歪哦，古代车子发出的声音，歪歪歪歪歪，知道吗？路上很多这个台语三叠字，还有那个台湾俚语，还蛮好玩的。这个是起的发音，参差不齐。然后呢？三个心锁，三心二意啊，三个几耶，这是特的台语发音，有智慧的意思。哇，这一整路都是耶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国文。三个蛇咧，这是河的发音，它是搬弄是非的意思。嗯，好玩哦，边走边学国文，边学俚语，然后边吃美食，然后边流汗，真的很 chill 哦。虽然我不知道终点要走去哪里。阿玉店到了，要来吃一碗喽！这是冰的发音，动物的长毛。爱玉专卖店。
爱玉蛋饼。他说上城山必吃的两样美食都是爱玉跟爱玉蛋饼。Hello， 来一碗爱玉，内用。不知道搅拌，越搅越好吃。这里说的，吃爱玉前上下搅拌越好吃，果干很新鲜很入味。然后蛋饼我没有吃，因为我刚才吃了，哈哈。可以哦，这爬个山其实还蛮消暑的。因为好凤梨耶，凤梨感。对，还没爬到山顶就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。边吃爱玉边看风景。然后现在很多吃完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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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喝一喝，然后突然咬到那个柠檬，咬下去突然酸酸的感觉，很爽哎。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对，完食。这是爱玉蛋饼吗？可以叫我拜一下。哇，很特别。谢谢。吃完爱玉，再度启程，都还没到山顶。那个爱玉真的好吃，如果有来走的朋友可以吃看看。对，山上有很多 KTV 耶，一二三，这是第三家，好chill哦，每人低消60。哇，这里前面也有很多商家。有很多手冲咖啡。哎呦，这里要卖哦，3588坪。这里有绿豆蒜耶，这里的轻松难度不会很难，然后步道比较像是产业道路，因为这是车子可以开进来。哇，前面又有一家卡拉 OK， 超多家的。这里又有一间爱玉店，他说 A 家纯天然的阿里山爱玉哦。可是我吃到了，一杯40，四杯150。哇，连推拿都有啊！这是榕树吗？感觉是。我觉得我走到一个村庄了，哎。所以终点到了吗？这里是村庄了吧？我应该到了。哇，所以我走到了南投了欸。这个牌子是南投市公所欸。我觉得这里应该差不多的吧。这里应该差不多了吧。没有看到什么人了。
在走到这里，这间店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折返了。刚才上山有看到几摊还不错的，我们下山去光顾一下。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春联贴起来很有感觉。刚才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妹妹来爬山，然后那个妹妹很不耐烦的跟他爸说：“这种天气，我应该在家耍废。”直接笑出来。这个，我来喝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木杯果。哦，这是木杯果汁啊。这是。长椭圆形，表面许多软刺，它被誉为天堂的水果，保护眼睛、贫血、抗氧化。好，来一瓶。我只有一个人。没关系。来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木屁股。嗯。闻起来有百香果味道，哎，蛮好喝的，觉得喝起来很像淡淡的百香果汁。也有它有籽，哎，啊靠，它里面有加百香果啦。可是我只喝到百香果的味道，哎。出来，这是蛮好喝的。Hello， 我要六个的黑芝麻。全部黑芝麻。这个是黑芝麻加花生。对啊，三个芝麻，三个花生。好，那就这个。好哦。如果那个冷藏一下会更 Q 哦。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耶，我下来了，即将抵达停车场，等下去上个厕所。OK， 我下来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圆岭藤山步道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那这里一路上山都有一些摊贩，然后可以喂饱你的味蕾，就是边走边吃的概念。然后到山顶有几家餐厅都还不错，就是有一种完美的气息，这样爱玉跟这个什么鳖果汁哦，还蛮好喝的。那这个步道呢，来回走大概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左右啊。如果你慢慢走的话，大概两小时；那如果走快的话，大概一小时半。那中途可以搭配吃美食，所以就会比较久一点。OK， 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就把那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